这里是东方卫视名医患养生，大家好，我主持人王冠。本节目由由中黄金金龙鱼骨维多稻米油特约播出。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健康分享员，妞妞，大家好；周华 ，Hello， 大家好。疫情过后啊，我们的生活作息都发生了变化，出门聚会少了，走动也少了，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在线上办公，每天对着电脑，有很多老年人刷手机的频率也增加了。现在老年人这个智能机的使用比我们年轻人还要会玩，一看就真的是能看四五个小时。其实本来老年人接触新鲜事物，尤其是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是的。但真的是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器官会暗暗叫苦，那就是颈椎。很多人都出现了颈椎问题，因为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啊，是吧？是的，是的。对。怎么来拯救我们的颈椎呢？有请今天的名医詹宏生主任。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詹宏生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上海十氏伤科学术继承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骨伤研究所所长，曙光医院骨伤科主任。是不是现在来您门诊看颈椎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是这样的，特别是今年这个新冠疫情过后，就一下子比原来还要多。那么这些病人当中呢，很多人都是说脖子痛、肩膀痛，甚至头晕头痛，还有的人呢突然觉得心慌、胸闷、胃肠道不舒服，然后看内科呢说你没有病，心脏也好的，胃肠也好的，最后回过来检查发现还是颈椎的问题。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术语，就是叫颈椎源性疾病。哦，罪魁祸首就是颈椎。这个你看，疫情的时候待在家里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刷手机，那段时间没别的事儿干，所以长时间一个姿势以后呢，这个肌肉呢就容易一直拉紧，我们中医叫伤筋，一直拉一直拉，最后这个筋受伤了，就会发生颈椎病。医生还特别带来了一个道具，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詹主任打开健康魔方。这应该是橡皮筋吧？对，你给我们解释解释。白色的这条橡皮筋，你可以用手这样拉一拉，看看它的弹性。弹性很足。那么我们再看看这条黑色的橡皮筋。完全没有弹性。你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白色橡皮筋和黑色橡皮筋比喻的是筋吗？对，我们经常说叫强筋健骨，生病了叫伤筋动骨。你看这个筋总是放在前面，这个筋这儿上面是竹子头，下面呢左侧的这个月就是反映它是一块肉，我们叫肉月旁，右边是一个力量的力，是肉当中有力量的那一部分东西，所以是力字旁。那么有力量的什么东西呢？用了竹子头。这个竹子大家想一下，里面一丝一丝的纤维是不是特别多，有柔韧性又有力量。那这个筋是我们身体上的哪些结构呢？这个一块肌肉它是跟骨头连在一起的。那么跟骨头连着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肌腱，白颜色的亮光光的，这个就是筋的成分比较多。然后到整个这个肌肉的里面时候呢，肌腱也会有纤维伸到这个里面去。肌肉的伸缩活动，像我们这个手指在动，其实也是这个里面的筋在活动。哦，原来是筋在起作用。所以这个我们的筋如果正常没问题，就是白色这个状态，然后它可以带来力量。那黑的这个就是已经废掉了。废掉了。我们平常完全可以自测你的筋有没有受伤，早期发现，早期预防。两位健康分享员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来，有请詹主任。好，先做一个转头的动作，往那边转，往左转。这个不要动，看你身体后面最远的地方，然后呢你再慢慢转回来，再慢慢转，往右边转，还是看身体后面最远的地方，再回正。自己可以感觉往这边转跟往这边转是不是一样的？我左边看得远，但往右我就不行了，我就转不过去了。你是落枕了吧？你往右的时候，你看这边的肌肉被拉紧了，所以限制住你了。所以如果往右看，看不到远处，
就是左边的筋出问题了。 对， 对，再做一个侧屈的动作，这个头往一边侧过来，用耳朵尽量靠近这一边的肩膀，肩膀不要动。好，再慢慢回到正常的，再慢慢回来，一定要慢一点，然后再往那边靠到极限是吧？对，感觉两边一样吗？一样啊。哎呀，我完了，我这边又有问题。那还是我往这边倒的时候，这边有点痛，就是有点拉不过来的感觉。两次下来都是左边的筋。对，然后再做一个前后的动作，下巴这里尽量的贴近胸前，下巴往前胸靠，是这样吗？对对对，再低一点。哎，对对对。好，对，有的人他颈椎出问题了，这样一做后面就痛了，不痛。然后再反过来向后仰头。好，到极限。到极限，对，然后再慢慢回正。再慢慢回正。对，好。痛吗？不痛。哎，不痛。你痛吗？我回正的时候 有点酸。宋华说酸，酸在哪个位置？基本上这个位置的肌肉它的这种柔顺性就差了。我现在可以确认到我背后的这个点，就大概在这个点有点痛。这个能靠手摸出来它有没有问题吗？也能摸。你要不摸一下，你要不给我看一看？可以啊，摸摸。病号来了。你刚才是哪儿不舒服？觉得就后面这个点，这个位置呢，其实正好是颈椎跟胸椎交界的地方，很重要吧？那么胸椎呢，因为有肋骨，所以它不怎么活动。然后颈椎各个角度活动是最容易出现劳损、损伤的地方。你头稍微低一点点。我们一般呢会用这个手顶在这个关节的地方，然后用力这样顶。哦，痛啊。不痛。然后呢对称左边这个地方。这边更痛一点。这边更痛。对对对。这说明什么呢？两边疼痛的感觉不一样，疼痛重的这一边就应该是伤的比较重，筋出问题了。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再进一步的诊断清楚，然后进行。所以刚才那套自测的方法，如果像中华一样感觉到哪个部位不舒服了，有酸胀感、酸痛感了，咱们得到医院去就医，是吧？对。专家提示，以上四个动作除了自测，还可以作为颈椎日常锻炼方法。据统计，2019年中国颈椎病患者已达到2亿人。随着人们对颈椎保健的关注，很多新的保健方法也被口口相传。那么这些保健方法是否真的能缓解你的颈椎问题呢？场上的这一位健康分享人家里能用得着都带来了，我这个都穿上了，全副武装，举全家之力把所有能对颈椎好的东西都带来了，您帮我看一看都有没有用好不好？先说第一个，这是充气颈托。充气颈托。这个作用究竟是什么呀？它这个其实可以起两个作用。第一个呢，你看它带了这个东西之后啊，这个脖子就不会动了。哎，真的。它起到一个固定作用。第二个，它本来是扁的，一充气胀起来，往上往下它有一个牵引作用。但是呢也是应急的时候用一下。对。比如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这稿子写出来，保证明天扣钱，那你也只能忍着这么带一下。但是你天天这样带麻烦了，这个肌肉就萎缩了。本来是靠那个筋来固定的，你这一带嘛，筋都偷懒了，就每天懒洋洋的松弛在那边。就萎缩。您别说了，我先歇下来。颈椎现在最大的、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正常的颈椎应该是有个弯度。很多人现在一拍片变直了。对。你这样还拉，那不是越拉越直，永远回不去了。把我拉成长颈鹿了。哎，对呀。这个东西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得用对。对，急性发作的时候很痛，都不能动，一动就痛，一动这个手就麻。那么临时固定一下，控制好时间。一次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对。我们现在呢推荐病人经常用的一种方法呢，就是非常方便，又可以牵引，又可以达到矫正弧度的作用。今天咱们詹主任也把工具带到了现场来，保证你们家里都有的。有请詹主任为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不浴巾吗？浴巾。对啊，是早用的吗？浴巾怎么起到一个正向牵引的作用呢？这个叫做电枕疗法，把这个毛巾啊卷成一个圆筒状的，垫在脖子后面，脖子后面就可以达到既牵引又可以矫正弧度的作用。那么我们准备了两条浴巾。因为每个人的脖子啊粗细长短都不太一样，
筋受伤了之后它的弹性也会有差异，所以要把这个高度调整好。你看这个卷起来之后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对吧？然后我们请中华先躺下来。好的，好，现在这个是低一点的。对，哎，这个不行，这个没有把我的脖子撑起来，就没有很舒服的感觉，没有托腹感嘛，对不对？所以自己很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对对对，显而易见是吧？对，你感觉一下，这个是高一点的，这个舒服，对啊，就是我一躺上去，感觉有个人好像给我按摩了一下，这个就是回到从前了。就是你原来脖子好的时候呢它是弯的啊，弯的时候呢这个脖子后面的筋都是很放松的，慢慢的脖子变紧了之后呢你就难过了，对，现在一垫回到从前又放松了，正常的生理状态你就放松啊，所以现在这样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对，看你头抬起来一点，好，我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你躺下来试试看。哦，这个不行，你看这个后面悬空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后脑勺碰不到床了，所以咱们这后脑勺一定要碰到床，是吧？哦天哪，乖乖，不能腾空，怎么了？你等一下，怎么了？我觉得我头有点好像失去我控制的感觉，我有一种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感觉。赶紧！所以现在网上有一种过激的方法，把这个头要悬到外面来，悬空在这个床下面，这个非常危险。我婆婆就是这样，她是想说，我勾着头又刷了手机，累了一天了。哎，我想这么放松一下，每次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这么吊着我感觉不好，因为就是悬空了嘛。但是他还说没事儿，哎，反正早上是这么勾，晚上咱们就这么勾，就负负得正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很容易脱臼，这很危险，非常危险。哎，我要表达一下，我现在躺了超过3分钟，我有一种浑身放松的感觉，为什么呀？这个就是气血都通畅了。那您建议我这样，比如说像有颈椎问题的人，在家里躺多久？刚开始的时候15分钟左右，慢慢延长到半小时，千万不能超过1个小时。这个牵引呢，它随着时间的延长，拉力会越来越大。那么你如果躺着睡觉超过1个小时，就会把这个筋拉伤了。那一天几次呢？1次到2次。那詹主任，有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电诊疗法的？有两种情况是不能够做的。第一个呢，就是你的颈椎病在发作的时候，一仰头就症状加重，你如果再这样一垫它就更厉害。另外一种情况呢，你原来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一垫加重了，暂时不要垫，先去看医生。现在你是舒服的状态，哎呀太舒服了，让我睡一会儿。差不多了，节目时间有限，回去再垫啊。哇，谢谢。来看看民间的第二项保护颈椎的工具，这个是调整驼背的矫正带。矫正带，好像小朋友戴的会比较多，这个现在成年人戴的比小朋友戴的还多。我其实也有点驼背的问题，医生有用吗？矫正带现在还来得及戴吗？这个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小孩子戴效果更好，不光是驼背，现在的这个青少年的脊柱侧弯也很多。我们在上海有过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大概在10%左右的这个中小学生都有一些轻度的脊柱侧弯，课桌椅的高度又不太合适，然后又每天趴着写作业，所以这种情况下面给他稍微固定一下，那你如果不及时的矫正，等到他个子长好了再去给他矫正，那个难度就增加很多。对的，甚至有些弯得很厉害的可能还要进行手术治疗，那就更痛苦。但是成年人呢，建议呢不要带得太多，肌肉慢慢的不工作以后他反而力量会下降。综艺里面有驼背或者有肩颈问题的，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这个录节目，就是边带着矫正带边运动。对，我们如果去健身去做一些运动锻炼，反倒是不需要带，因为你锻炼的时候就希望这个肌肉充分的伸缩，你带了它以后很多肌肉就被固定住了，限制了，达不到那个运动效果。更主要的还是要锻炼后面的这个肌肉，增加这个筋的力量，人才会挺拔。来赶紧摘了吧。那咱们来看看你的第三样宝贝，筋膜枪。筋膜枪属于筋膜枪，对，它是可以调整力度，然后家里面比如说我哪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对着哪个地方去打它，然后它其实好像是帮我缓解了这个区域的疼痛。你现在觉得舒服吗？舒服。我前段时间还有人送了我一个。您用了吗？这是关键。您用了吗？ 我没用。为什么？它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它没有这个手捏的舒服。它是一个医疗的辅助用具。美国的这个做手法的医生，
他为了节约体力就做了这个筋膜枪呢，来模拟一些手法。他是偷懒的方法。偷懒的方法，对。但是现在一下子变得这么流行了之后呢，就容易走偏。我前几天落枕，然后就拿这个筋膜枪对着落枕的位置就打打打，越打越疼。位置很重要，有的地方是不能去这么震动。对的，对的。如果你用那个很强的档，位置又不对，这样一下子冲击力太大，有可能就会受伤。对的。学会科学护颈是预防和缓解颈椎问题的第一步，坚持运动是强健筋骨、保护颈椎的重要手段。两个日常颈椎锻炼的好方法，赶快跟着专家学起来。詹主任，您跟我们说说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第一个动作名字很好听，伸伸懒腰，一个手呢抓着另外一个手的手腕这里，然后向上面拉，右手多用力，两个胳膊尽量贴着耳朵，要维持一分钟左右。啊？累的话呢，两个手可以换一下，换的时候另外一个手用劲，对吧？对对对、换左手抓右手就左手用劲。你看一下他们俩的姿势有什么要调整的吗？我贴不住怎么办？他很规范。妞妞很棒感觉。哎，妞妞好像挺好。你的手我已经开始发麻了。是吗？对，你看他是过不去，过不去，筋变硬了，弹性差了、来，我们做个对比。天哪，所以电视机前我估计很多阿姨妈妈都像我一样其实是夹不住耳朵的，那我还有救吗？有救啊，有救哈！你坚持做一个月你就知道效果、马上就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拉直了以后这个力不要松，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胯向一边顶，胯往一边顶、就手还是要保持原来的状态，伸直贴紧耳朵、然后再往这边伸胯， 对吗？你这样胯往那边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整个侧面这里筋都是拉紧的感觉。那要顶多远呢？是越远越好。做这个动作啊，对女生来讲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什么好处？你看你侧面拉的时候这个旁边就是胆经。胆经啊？对，胆经如果不通畅了以后就容易肝气不通畅，经常心情不好啊，小叶增生啊，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做这个动作不光是保护颈椎，还可以疏解肝气的郁积。这么好，生气了以后也做做这个动作。做了以后就不生气了。对，比方说我想跟我老公吵架，我说嘿，然后马上就这样，今天晚上吃什么，就马上就会好很多，对不 对？第二组呢？第二组呢就是转转肩膀。怎么转呢？先把这个肩膀提起来，提起来，然后向后面拉伸，直接拉伸，对、拉伸到极限位置之后呢，向下放松，再向前，绕肩嘛，这就是，对，咱们得慢慢来是吧？对，我们以前呢、也把这个动作叫运肩拔背，松筋脉、以这个肩这个位置为圆心，画圆圈。所以要做得慢，把这个圆呢画得越大越圆越好。哎呦，我一边动我里面一边想，要往后拉。有声音没关系的，你没声没关系啊。再下来，往后是紧张的，对，往上往前是放松的。就放下的那一刻，其实就要放松了。对对对，一个方向转三圈，然后反方向再转三圈，重复三次。前三圈后三圈、对吧，三圈三圈转完了以后、重复三次你觉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再动脖子。怎么动呢、肩膀提起来的时候脖子缩进去，要学乌龟、肩膀往后拉的时候脖子自然伸出来、提起来的时候脖子缩进去、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把脖子。本节目由邮中黄金金龙与古维多稻米油特约播出。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把脖子周围的肌肉再加强运动。那跟这个伸懒腰一套做可以吗？就咱们伸完懒腰这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你先做哪一个都可以，都行、最好一个小时左右要能够活动活动，上午至少两次吧，下午两次到三次、这个能坚持的。对，所以咱们这个久坐久站之后啊，筋会容易出问题，筋出问题了呢、我们的颈椎就会出问题了。是，保护颈椎的方法得从筋开始，是吧？对，谢谢两位健康分享员，也谢谢我们的詹主任、电视机前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东方卫视名医话养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再见，拜拜。